今天为止，这21座搭建在台中市各重要街道的牌楼，都已陆续完成。为配合文化复兴运动，这些雄伟壮观的牌楼都是采取古色古香的建筑，为了增添街头的热闹气氛，更表现了台中市46万市民迎接诗乐庆典的热忱。省联诗乐庆典筹备会并希望大家对这些美轮美奂的牌楼应该加以爱护，来迎接光辉灿烂的十月。